看一次。我们看一下这道浪，旁边有人在追，跟我一起在追。好，我看到 inside 有右边有一个人，阿尼阿维左边也有一个，赶快加速一下。好，哎呀，闪过，吓死我了，还好没有事情。放来看一次。接下来看这道浪，那这道浪的话，我起蹭了，起蹭之后看到前面有一个人，那他做得很好，他一直在往outside滑啊，避免就是挡到我的路线。那这道浪我贴他太近了 ，my bad， 我的错，差点就是撞到他。接下来我又一直往浪顶的地方看，然后想要打一个力，没看到前面哎还有一个人，那看到的时候赶快再做一个转向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集的精彩画面吧。嗨，次はおまけです。どうぞご覧ください。Nice.